总帐衙门来了好多人，为你纳妾贺喜，弄到半条街的百姓都来看热闹。我说定是他们搞错了。妾身苏一晚拜见夫人。嗯，没问题啊，特别好吃，来咱俩口。嗯，喂，醒醒啊，杨毅。大人，婉儿不如公文好看吗？你怎么会没有公文好看呢？今天你也辛苦了，来，早点歇息。哎，别耽误母亲的一片心意。